哎，来了，准备降临，各位，8分50秒就降临了，各位，吉尔塔斯，玩不到轻便，欧林至少我们能玩轻便，哇操，好大只哦，他在干嘛？做事啊，太爽啦，各位。终于玩到轻便了，天堂宴可以退坑了，天堂宴可以退坑，好爽哦！那就选这个吧。哎，它可以招出来多久？我再来应该就随便选了吧。那 CD 多久啊？欸、大哥，你人呢？1秒、2秒钟、3秒钟、4秒钟、5秒钟、6秒钟，啊，你到底要不要升？7秒钟哦，10秒 CD 哦，是大概10秒、1秒钟、2秒、3秒。等一下，它消失要多久？我怎么越来越大只？哎、欸，我们要不要需要一个经验值啊？让它升快一点，还是直接啊，直接让它升级好了？我看升级有什么变化。哦，它会放，哦哟，它有范围技耶，它好几招范围技耶，那是综合版的吗？3招范围技耶，很屌的哦。哦，我选到 CD 了，看到都快一点出来。他大概 CD 大概10秒，出来了，干他在空中停留太久了，青晕，来放一个闪电，帅爆啦各位，我终于玩到轻便了，轻便会是我的召唤物。对，减 CD 一定要有，减 CD 会让它比较快出来。哦，它会给我上轻盾诶，没有看到，对吧？它给我上轻盾诶，它会给我这个本身上轻盾，但什么情况会上？被怪打的时候吗？轻盾就无敌嘛哦。真的帅，真的帅。可惜就是 CD 有点久啊，不然真的蛮强的。这个后面的关卡应该不适合用。哎、欸，玩到轻便可以退坑了，成就已达成了。他那个技能太闪了。怎么会给高伦啊？好啦 ，CD 啊 ，CD 好了。啊，选 CD 啦。高伦要，除非他变，除非满等才会比较有用。哎、欸，可是我没有在吉尔塔斯旁边，他炸不到怪、欸。对啊，他只会炸他喷身边的啊，我不能离他太远了、欸、等一下我不能离他太远，不然没有作用。